你可能以为你自己好像可以的，其实还有人他是很强。黄思瑜这边呢激起了水花，也非常大部分是呢滑手跟拼水，今天他的肺活量还不错。水道的谷谷吕思伟非常的快，谷谷在早上的游泳让我非常的惊艳。哇，这个近距离太呆了，不要怕，姐，再失误我会去，我会去。追上了。